欢迎收看《综艺我很大之我不是康秀芒》MV 之幕后花絮之黄鸿升，你很烦，为什么要我来帮你拍 MV？ 我很大也出班了，好不好？你的 TAT 也出班了，每次拍你 MV 的导演也出班了，遗愿我也帮你完成的。好，看。林永雄的教训，我的搭档 King 林柏森。心里面不要想着距离，距离就不在你的想象之内。哇！真的要谢谢你柏森，因为这是我人生中这辈子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很尽兴，然后没有在管任何人的眼光的感觉。这件事情交给野人七号部落就对了，最怕就是这种事。老哥，看一下我现在健健康康的样子。欢迎回来台北。好啦，怎么样？要干嘛？莫忘初衷大挑战，我还要再现歌。哎呦，第一代王。哎呦，天哪！有啊，大仙。哎呦，这个臭扑鼻那么臭。今天天气太舒服了。欢迎收看《综艺我很大之我不是康秀芒》MV 之幕后花絮之黄鸿升，你很烦，为什么要我来帮你拍 MV？ 好，来喽，喂 ，Action！我就有答应他要拍的一个 MV 的，这是动用了所有的资源，我很大也出班了，好不好？你的 TAT 也出班了，每次拍你 MV 的导演也出班了，这也算是我第一次拍 MV。我在我很大也从来没化过妆。你的遗愿，我也帮你完成的。好，看。林永雄的教训。你好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第一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拿下你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。被他打。